我是刚刚练车的，那待三年了。五月，我看一下，五月十一号。啊，激光灯，激光灯，18:53，我拍摄的是开往虎口圈了。1253次哦，激光发车，江西武干线开往虎口的。原油汽油压气一，原油汽百姓啊，保存了。在基隆站停靠，好多小朋友嘛，专门都丢我们到去旁边。那个是叫什么？我现在电车哈，啊，等下就可以搭这台了。好的，18度转回家的。啊，赶快知道再见，拜拜。8:54了。